开牌，第一个，这个是这个标签呢？有标签？没有标签的。啊，李总这里的，那先拍李总这里的好了。OK， 就这个好了，这个直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里面的直径，这样的横过来的。这样的。对。十。这么大。OK， 算十好了。对。里面不用了，里面都是棋，我看过了。十，然后这个是这个宝老弟的，宝老弟九点多一点，9.3好了，9.2。然后是司丽娟的那个，他的那个，这个多少？九，八点多少？对呀，九。另外一端，这里面这个是吧？那不里面都是七，对，另外一端是。9.15，哎，多少？9.02。对。那宝老弟的这个，那就清楚了，就是李总这边比较那个，比较粗一点。